红色去立起来，好不好？可以写。好，不要碰到瓶子喽！哎哎哎，好，那没关系，你再立，你再立一次。靠近一点，把它靠过来一点。好，轻轻的。还有这个。还有这个。靠过来一点，放到这里。你的球呢？你的球在那里，赶快，赶快去拿球。啊，最后一个，好，最后一个瓶子，把它放到这中间，慢慢的放，轻轻放，轻轻放，耶，耶，都立好了，好，开始拿球打，开始拿球打。好，月亮，你就靠自己的方式立球，然后再把它打出去。啊，打了，哇，还剩几瓶？全倒了是不是？这个全倒啦。好，好，那我们把球放下来，再开始立球瓶。立球瓶。对，球瓶再一个一个把它立起来。要在地板上比较平。慢慢，轻轻的。不要动，你先立起来。立起来，不要动。对，这样就好啦。对啊，你就摆对啦，你就摆好了。蓝色。蓝色的，你不要摆那么远嘛，你可以摆近一点呢，跟橘色的摆近一点呢。好，你看你自己想怎么摆就怎么摆好了，你自己决定。对，摆这个。对。三个，你数了，会数，好棒！好，小心。那你现在摆的是第几个？你现在摆的是第几个？这个。总共四个了吧？这个。总共四个了，还没有摆完呢。其他的要不要先摆一摆？还是你要先。橘色的是不是？好，现在总共摆了几个？一数一下。总共有十个球瓶，但是你现在摆了五个，对。好，你要打了吗？还是你要全部球瓶都立起来再打，要一起打，还是要你现在就打了呢？你在研究怎么拿球是不是？对，大拇指放那里。对对，你记得妈妈跟你说大拇指放在那个位置。然后呢，球要怎么样？你要摆球瓶是不是？好，很好，因为你看你越立越好了，很棒，你现在越立越顺了。对，你自己就可以练习立起来啦。以后你想要打，你就自己把它立起来。哇，还有呢，还有三个，小心你自己不要碰到咯，你要怎么样跨过去？你要把绿色，你要把，哇，你要，没有关系，再放一次，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，妈妈相信你，妈妈相信你。你越急越摆不好，你要慢慢来。不要急，慢慢摆，慢慢摆。你看你前面的那几个全部都是你自己摆的，你都可以摆的、啊。你要记得你放慢动作，放慢，轻轻的放就可以放好了。你这样子那么打吗？这就是
一个。好了，全打了。